待过的城市里，碰到好多人，像你可他们不是你。我认的风景只是少了你，想打电话给你，现在为是谁接听？慢慢会变成爱的一场演戏，风吹那夜我就在那夜想你。爱有种残缺美丽，就让人伤感的距离有个秘密。风吹到我就得问的问你在哪里，忘记了几缘风风吹的就我的心，就思念个亲吻你最遥远的两颗星。我们平行方向怎能会有交集，花瓣慢慢汇聚，敲响我只爱的你。今晚是着迷未研究的旅行。新豪风尚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我们之间的秘密由新豪风尚网络冠名播出。我们回来啦！回家喽，回家喽，回家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今天辛苦你了。哎，不辛苦，你累了吧？快坐，我们沙发坐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快坐，我给你倒点水啊。哎呀，给外婆倒杯茶。啊，我们回来了。叔叔好，哎呦，依琳姐，哎，宝贝，哎呦，这个小姑娘可真漂亮呀，真好，依琳啊，嗯，以后可要好好对她啊，嗯，肯定的，那个谁呢？对啊，你这孙女是不行啊，外婆出院都不来接一下，你看我，来接外婆，宝贝，哎，外婆，那个，你好，我那什么。今天刚听说您出院嘛，然后我是名厨师，我就给您做了点家常菜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哎呀，来来，您坐坐坐，来，您坐。那个，这都是家常菜啊，这个是四季豆炒五花肉加茄子，我特别喜欢吃茄子。然后这个是咱们澳门呢，属于是家里经常吃的啊，叫沙姜猪爪。哦。然后您如果觉得咸呢，吃点这个清淡的炒白菜片，也非常好。哎呀，太辛苦了你。哎。他叫什么芝来着？我祖啊！快告诉他了吧。他叫王廷芝。哦，廷芝，廷芝，廷芝，哎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辛苦了，宝贝。不好意思。那个，我们就开饭吧。来，外婆，来来来，这是您的碗啊。我要做5G智慧联网酒店。这次呢，辛苦你回来做采访调研。目前国内旅游业迅猛发展，正是推广这项业务的最佳时期。感谢罗总的邀请，这个方向我很感兴趣的，之前也做过一些调研。好，我会派一个人跟你对接，后面呢，你们两个人协同合作，共同来推广这项业务。好。罗总，那您先忙，后续有进展的话，我会跟您再约时间的。嗯。好的，辛苦你啊，再见。我最近真的非常急用钱，利息是多少？哦，好，那你快帮我看一下，问一下，我这大概能提到什么额度？哎，干什么呢？网贷不能碰，知道吗？你要给我的钱不用着急，从明天开始。我去店里继续教你做糕点，咱们一起把店经营起来，利润你到时候先给我就行。真的吗？那太谢谢你了。白小姐，罗总让我和你对接后面的工作，今天我做向导，带白小姐参观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从哪里开始？就从这儿吧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宴会厅，整体非常宽阔，举高也非常的高，整体面积1800平，能容纳1200人。它可以承制各种各样类型的晚会，比如说大型的公司年会、中型的婚庆宴、小型的研讨会等等。嗯，这里的确很明亮开阔。是的，所以说它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摆放一些茶歇台啊，招待台啊，开会中间休息期间可以喝喝咖啡，吃些茶点。不错，我很喜欢。白小姐喜欢就好。喝点水吗？啊。
喝点水。谢谢。咱们继续。合适啊，黄小姐，你穿上婚纱更好看了，平时就好看。哈，谢谢王先生，这件怎么样？还行。那我去试一下。啊。哇，我的天！你想穿啊？没有，我想看你穿。这件怎么样？再换一件吧。啊。嗯，我再去试一下。让一下。这个。挺好，挺好。这件。挺好，挺好。你看这件怎么样？这件就挺好看的吧。嗯，挺好。挺好啊。怎么每一套你都说挺好的？刚刚第一套你说挺好，上一套也说挺好，现在还是挺好，能不能不要这么敷衍啊？我敷衍？我，你是，我等你半天了都已经，我这半天看你换四套了，我都说挺好，我哪里敷衍了？我是第一次结婚，我当然想要穿得漂亮一点嘛。那我也不是二婚啊。我这不也是第一次吗？我这第一次我就穿着礼服，我就一直一直在等你。那你挺帅的了。你更美，你穿这些比你平时穿的都美。哼，那就这件吧。就这件吧。依林姐。老爸，是那么久还没回来。这不是我爸吗？芊芊，你这么早起来啊？哎，和我爸结婚，你现在梦想成真了吧？啊？你不是一直都在暗恋我爸吗？你可藏得真好，我完全都没有发现呢。我暗恋你爸？怎么可能会暗恋他呢？你爸爸除了长得还行，其他哪点吸引女生了？你依林姐我可不是这么没有眼光的人啊！行，你说的都对，我就看婆婆说破。开饭了，哎呀，你吃个这个，别吃薯片了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哼，可惜就是多长了一张嘴。外婆。来喽！不长嘴，怎么吃饭啊？哟，这么丰盛的早餐啊！哎，我们依林真有福气啊，找个大厨，天天都有好吃的。没有，这就是简单的，有营养。王芊芊小朋友，好看吧？哪儿好看啊？你快把它卸掉，找卸甲水。卸甲水，我弄丢了。你这个，弄得像那个。叫什么？九阴白骨爪一样，是吧？别笑，你别幸灾乐祸啊！嗯，你们慢慢吃 啊，我出去一下，找下季明奶奶。啊！哎，外婆，你别吓我，大早上的。季明奶奶她早就……啊？你找她干嘛呀？哦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很多事情要落实，我得找季明奶奶商量商量。
不用不用，你别去了。婚礼呢，需要筹备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自己完成的，不用你操心啊，对不对啊，老公？我怕你们做不好，我来做。怎么会做不好呢？来来来，我给你安排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。更重要的事情？嗯，说。看住王芊芊小朋友，让他不准乱跑。我，你看看他现在还在乱动呢，是不是？我不要，你看，哎，怎么乱动啊？看，现在还抽我手指头啊？哎，使劲儿是不是？给你这朵金枝花，为你写过的歌，放在一起讲亲爱的。说是你也会算错，还好身边有我，等着你来答应我。一辆天边的薄荷，系上你喜欢的，陪你去最崎岖的夜色。每天想要送什么才能逗你笑的，请问路调还要转冷漠，在分开就特别想你，不想跟你分离，这种感觉很甜蜜。好多话想对你说明，想要跟你约定，要很坚持是因靠近你的是心跳的频率，打乱了我的欢愉。秘密不需要放在心里，只需向你聆听，只能给我一次表白的时机。